被净化了。全身上的脏东西都被洗光光了。上山深呼吸，带你玩不一样的宜兰。哎，这个蓝色的，哎呦，大呢！台北冰岛蓝湖来泡超美梦幻蓝色温泉，真的感动哎，要哭了，真的感动。四晚上两天也够。洛杉矶无限三台，每周六日晚九点。